以上所分析的烦恼升起的因缘呢，对应当今的社会呢，我们便会明了今天的人们呢，何以烦恼如此之甚，无始以来生殖于相续中的烦恼种子无量无边，烦恼产生的内因古今类同啊。但又其烦恼种子现行的外缘，以古代相比呢，今天的环境确实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啊，这是一个物欲文化流行的时代，街头耀眼啊，迷离的广告牌随处可见啊，服装啊，饮食啊，行业啊，异常发达。现代都市呢，人们的六根时时都沉于难以超脱的欲尘海洋中啊。这些商人最可恶啊，想尽一切办法，吸引你的眼球啊，还有你的耳朵、鼻子是吧？舌头、身体，反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引诱你、诱惑你。然后把你的钱掏出来给他。现代都市中人们的六根啊，都沉溺在这种欲海的之中了，受到的刺激要强于古代百千倍啊！啊，眼界迷乱光影啊，耳闻靡靡之音，先前一切啊都是肆无忌惮的举动，诱使自己不由自主的随众而行啊！特别是现在的一些游戏啊。特别是也是很诱惑人的啊，游戏它是吸引你的习气，有些人喜欢打仗的习气，他就设计那种各种各样的游戏，有些人喜欢赛车的习气是吧，就是各种诱惑你，让你沉迷。如此具诱惑力的深色境界，使得战俘的烦恼随时现行，六根随之奔逐外境，很快就迷失在六尘中啊。同时由于人们烦恼着见着增上，就是错误的知见很多，人与人接触日益频繁，思想语言行为相互感染，以致恶念频生，烦恼不断，一入人我的竞争场中，骄慢、嫉妒、虚荣、攀比更难以遏制掀起。信息时代的今天，媒体散播的信息通过视频啊网络铺天盖地，经由我们的眼耳直接挑起内在的无明烦恼。当今呢，因幼生烦恼的所缘境纷繁迷离，显现频率极高，感染性强，所以众生的烦恼和痛苦也就必然不断的增上。我们说了嘛，要避免烦恼，就是首先要回避这些所缘境。但是现在的整个啊社会呢，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啊，就是你让你无处可逃，到处都是充满了这种熏习、这种烦恼的这种对境，诱惑你的对境，让你这个迷陷其中，然后呢，去啊，有些人呢还能够控制一下了哈、啊，还知道去做点事赚点钱，那才来享受这个娱乐。有些人呢就沉迷了，不想工作了。现在不想工作的人很多啊，他就是想就想玩，他已经完全沉迷在这种物欲当中，他连工作都没有时间啊，赚钱都没有兴趣了，这样的人就彻底的就报废了，完了以后一定变成一个祸害。现在人呢都不愿意工作是吧，都不愿意去当工人了，不愿意去为社会做事，都想当什么明星是吧，球星啊，就是这个玩的啊，玩成名了以后就变成星了嘛，对吧？歌星啊，什么影星啊，这不都是玩的嘛？玩的快乐是吧？所以现在大家都特别的崇拜这些玩出这个境界、玩到这个水平比较高的人啊。你看那个跳舞也好啊，唱歌也好啊，什么下棋啊，什么体运动啊，包括赚钱呢 啊，怎么样的赚钱呢、商界的啊，就是成功人士啊，这些所谓的成功人士呢，就是看他们怎么玩，玩的成功。现在的社会呢，就是大家都崇拜这些玩得成功的人，而没有人去这个支持那些为社会做贡献的成功人士啊，那些发明啊、创造啊，那些啊这个有德行的人呐、这个为社会做贡献的人呐、是吧？为社会创造价值啊、创造财富的人啊，都没有人去崇拜，
没有人去赞叹他们，啊，去学习他们，模仿他们，都是去学习模仿那些玩得成功的人。他这些人不为社会创造价值，都是为社会带来负面的东西的，是吧？怎么样玩嘛？这些都是害人的人呐，这些人到时候都要出问题的，是吧？大家呢都没有人去学习这个圣贤的这个智慧哈，都是去学习怎么玩，怎么吃。那这些玩得成功的人呢，都成为青少年的模仿对象。这些人呢的言行举止乃是生活习惯，都成为这个头版头条啊，深深的这个影响着啊狂热的追星族。难怪这个时代圣贤纷纷隐没呀，因众生以种种无名的习气遮蔽，再难接受圣贤们的智慧教化。现代社会的林林种种的偶像，成了指引人们行为的导师。而这些所谓的明星，其实质呢也是贪嗔烦恼炽盛的巨富凡夫啊，如何能够引导人们走向自我进化之路呢？啊，这就是恶友。因为这些人他们就是贪嗔痴烦恼，他们的烦恼比我们还重，因为他们的贪欲更重。他们就是玩，你像打比方跳个舞啊，跳得好，跳得比别人好看，是吧？就大家都很羡慕他啊，或者下棋下得好，是吧？玩嘛，哎，大家也羡慕他，就冠军。现在大家都羡慕这些人怎么玩得成功的人，并且呢，这些人的这个生活都是新闻记者们追逐的对象啊。报道他们，到处都是报道他们的事情啊！每个电影明星呢，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要报道啊！大家都想了解他们，奇怪的很啊！现在这些人有什么好了解呢？是吧？就是个演戏的呀，然后唱歌的呀，或者踢球的、玩球玩的，是吧？就是运动员呢，就是这些人啊，还有那些商界的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说商人嘛，他们也很多都是啊，都是不正当的手段了，他这个。儒商特别少，真正有德行的商人有几个？那我们说儒商哈，那我们说什么叫儒商啊？你们先可以学一下。哦，这个现在真是没办法说了还。古代的时候，人们恭敬圣贤量，以圣贤经典为准绳，以历史为借鉴，并经由一代代的传承，使圣贤文化的命脉不至于中断。这些纯正文化的目的无非是要指导人心，救度人们。由于圣贤量的建立，人们便有了法的正见，有了二十四时兴盛存亡的史实，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以史为鉴，才能够知道如何取舍。而骄慢无知的现代人已不再重视圣贤量了，甚至把圣贤量也打倒在地。一政不利百邪生呢，人们没有了圣贤自卑的指导教导，心中邪见纷纭，思想极其混乱邪僻啊，而随顺人心无名烦恼，宣扬贪嗔痴断肠剑的邪说便开始粉墨登场。可怜的现代人无始以来的无名就已经够深重的了，在受各种污染思想的熏染啊，那更是通体污垢。在邪见的丛林中啊，人们呢见不到一丝真理的光芒，呼吸的是邪恶的空气，接触的是混浊的思想。在这里只有如何的享乐的引指引，如何欺诈的去说教，如何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竞争术，如何自欺欺人的自我包装技巧。而这些使人眼花缭乱的种种方法和技巧，都只是随顺诱导增上人们的烦恼而已。正因为没有圣贤量的指导，现代人呢大多造业的同时呢，以毫无取舍的智慧啊，对善恶啊染尽的辨别力几乎完全丧失。人们根本不知道反观自心，认识烦恼，反而时时的随顺烦恼，加强烦恼，所以在遇上
诱身贪嗔等对境的时候呢，毫无对治力，根本不知道如何防护，这样呢非礼作意呢立即掀起，烦恼一发不可收拾。对烦恼既不知对治，更不能够有丝毫的止息，这样相续中的贪嗔痴呢只会不间断的串习加强，不断增上串习力，使得即使离开对境，在独处甚至梦睡梦中依然烦恼炽盛，贪嗔永沸。所以在这个华丽外表包装掩饰下的现代人呢，其内心状态比起古代人呢不知道要烦忧恼乱多少倍。而烦恼呢一旦超出了控制力就会现前各种严重的心理病症，甚至精神崩溃、人格分裂、丧心病狂。现在你看新闻，天天都有丧心病狂的人昨天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女的拿着刀在这个幼儿园门口砍伤了十几个人，都是砍那个小朋友有个脸都被砍掉了一半，砍到了十几个人我都觉得很奇怪，那老师干什么去了那路人都干什么了，这一个女的拿把刀砍小朋友。昨天呢有个也是一个美国新闻，说一个人拿着枪跑到那个犹太教的教堂里面去开枪扫射死了很多人拿着枪扫，那一片倒下你看这多可怕，这都丧心病狂了。那这样的事情呢每天全世界到处都在发生，所以现在人的这个是非常的痛苦死得很惨关键是这个大家没有智慧了，不知道怎么样止息烦恼、对治烦恼以为这个是快乐。现在的物质世界就是充斥了各种各样的诱发我们烦恼的对境，这科学技术的发展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现在老天爷都震怒了这样子下去还行？以具体的例子分析，比如一个受性开放思想影响的青年到网吧去那里的网友恶友呢都在津津乐道网站上的情节青年呢立刻既受污染，迫不及待地下载这些黄色网站的信息。当源源不断滚滚而来的黄色信息现前的时候，眼耳与显示屏的淫欲色身相接触，内心毫无对治力，只有费力作意，立即相续中的贪欲种子如决堤之水汹涌澎湃，而显示屏上有多少刹那的镜头闪动，便会相应地掀起多少刹那不净的念头，这样持续数小时，烦恼迅速地增长猛力，一旦形成强大的串习力，即使离开网吧也依然沉溺在染污的心态之中。就是说像这样的事情就是我都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没有人管，说是有管的，但是做的不彻底。现在就是觉得这个好像还得留一点要是完全不管的话那就可能很可怕了，可能管是有管的但是还是做的不够到位就是总是还有人这个可以赚钱嘛，主要是为了赚钱就是这样的例子就仅此一例就可以以此类推了分析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便会知道如何以现代人内心的烦恼如此深重，清楚当今称为五浊恶世的原因所在。看过这些也才能够明白能在清净道场中安住是何等的难得，在清净道场中安住是何等难得。所以说现在的父母你也不需要担心你的孩子学习成绩是不是一定好，我告诉你那个没有用，很多孩子上了大学以后也就是丧心病狂的、人格分裂的、精神崩溃的、自杀的，然后呢害人的甚至博士毕业的还有变成这个社会的害虫的多得很你养了一个孩子把他供到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最后呢
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一个啊索取者，他就利用他的聪明才智怎么样的去索取，他自私啊，然后他就怎么样的去啊骗人呐、啊，怎么样的去害人呐、啊，我什么坏事都敢干，只要有人啊给他钱，他什么都可以干。啊，你像设计这个网络游戏害人的是吧？这游戏你看明明知道这个小孩子玩了就沉迷了，然后再颠倒，但是还是这个网络游戏不断的各种游戏啊，到处都是啊，到处都在诱惑你啊。无缝不入，建网站的人要赚钱呢，啊，什么钱都得赚，管不管是吧？这不控制不行的呀。人本来活在世界上，好不容易活一次啊，基本上都造业了，你说这有啥意思？所以你供他读书有什么用呢？只能让他变得更加的会造业，本来他就还少造点业。所以说一个人呢，一个小孩子如果从小没有教育好，如果这个孩子本身来就是个恶习深重的人，烦恼深重的人，最好是别读书。特别自私的人，他读了书以后他就是个害虫啊，祸害人呢、啊。所以说这个人呢要没有德行的话就不行啊。这个即使有一定的德行，他也有他的弱点，都得从小好好的教。所以说小孩子一定要去读这个圣贤书啊，一定要在这种好的环境下成长。不允许他们玩游戏啊，不，根本就不允许他们，甚至看电视都不要看，看什么呀，是吧？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读书，我们那个父母管的还是很严的。我们那时候读书已经有电视了啊，我的父母为了不让我们看电视就不买电视。我们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有电视了，就我们家没有，不买不看，他们自己也不看，等我们上了大学再说啊。我们三个都上大学了，他才买个破电视自己看看。嗯，他都不看电视，他们真的是这样子的呀。那每家都有电视的，就我们家没有。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新看电视嘛，那是80年代是末期是吧。嗯，其他的父母都做不到啊。嗯，他们自己想看，孩子也跟着看，那所以说都不行啊。所以说这个父母也确实也挺重要的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嗯，大概的就是讲这么多了，烦恼升起的过程。